好，那个第十七题，f(x) 等于 x 本 x 加 e，g(x) 等于一加 k(x)，k 是 constant，它要我们找 k，g(f)3 等于五，所以我的 f(3) 呢就是三本三加一，三本四，所以 g(f)3 呢会是等于 g 三本四，所以是一加。k 三分四，所以它是一加三分四 k，所以我的 gf3 等于五的时候，一加三分四 k 等于五，三分四 k 等于四，k 等于16/3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我把四乘上去，三除下来。